大家好，我是顾俊，然后这边呢是你们的小云，你们的小云。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一台来自于魔爪最新推出的一个超级轻便小小的这么一个稳定器，好不好？它的名字呢有点好笑，它的名字叫 Mini P， 如果连上它品牌呢就叫魔爪 Mini P， 好不好？就是但是整个产品我觉得还是很有创新意的。就你看到这个小小厚厚的一个盒子，就是其实就装了一个稳定器在里面。那接下来我把这个盒子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个盒子呢里面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打开以后把这一个部分拿出来呢，它就是整个就是一个稳定器了，好不好？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它把这样，它是个折叠设计的，如果你把它这样弄一下呢，它就成为了一个稳定器。然后我觉得就是手柄啊什么的一应俱全，包括各种各样的锁扣啊在上面都一应俱全。那这个稳定器呢，不但可以装你的手机，装你的运动相机，装你的卡片相机，它甚至可以装一些可以更换镜头的微单跟无反。那我个人的测试呢，我使用了我的富士的 XT30 加上一支 33F1.4 的定焦，以及索尼的 A6600 搭配一个永诺的 50F1.8， 这么两个组合呢，就这种等效是50，等效是75的这个焦段呢，在这个上面都可以正常使用。有没有很神奇？就是它小小一个，但是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相机，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好不好？就是这个类型的稳定器，我觉得是绝大部分的业余爱好者或者初学者比较适合的，因为它比较小巧，它比较便携，然后呢，使用起来也算是相当的简单了，好不好？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盒子，反正我长期是把这个扔在车里的，就是也不占什么地方，然后重量真的很轻。那如果搭配，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那如果搭配一些，比如说轻的6600或者6300、6400、6500都一样了，就搭配一些定焦啊，或者一些比较轻的变焦，比如套头之类的呢，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那这样的重量手持你半个小时什么的，根本就毫无压力，好不好？那使用起来蛮简单，你可以连接 app， 你也可以不连接 app， 直接进行使用。那充电啊什么各方面都使用 USB 充电，然后上面呢有各种各样的锁扣。我觉得总体设计呢就跟其他目前大部分主流的稳定器是都一样的，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折叠设计，就是它可以这样子折叠过来以后呢，如果你要是一下子折不开的话，你就用点力，好吧？就是我一开始我也没折开。那这样的折叠设计呢，我觉得收纳起来还蛮方便的，体积比较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相机都可以使用，我觉得买一个稳定器，手机也可以用，相机也可以用，我觉得这点还蛮方便的，好不好？当然如果你的相机太大的话呢，这个显然是不适合的。那使用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要注意的，基本上就跟所有的稳定器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模式切换啊，其实你看一下说明书或者网上搜一下都能知道。那有一点我觉得需要注意的，就是你通过 app 先调频一下的话，我觉得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我这一个机器呢，因为是工程样机，可能在运输当中陀螺仪据说有一点发生偏移，所以我的有一些画面就是在运动当中移动以后，然后它那个机器会稍微有点斜过来。但据魔爪说呢，这个是我这台机器的单独的一个问题，他们测试了其他机器，他们看了其他的这个在售机型呢，都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你注意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跟魔爪反馈一下。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非常小巧的这么一个小型的稳定器了。如果好好利用这个类型的稳定器呢，我觉得就是手也没负担，你的钱包负担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呢，可以拍出一些有趣的画面，不管你旅游啊，不管你日常使用啊，甚至有一些专业的情况，我觉得都可以使用这样的稳定器，好吧？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兴趣的话，记得转发评论点赞，同时是小云的微博啊、 Instagram 啊、小红书啊、B 站都关注一下，好吧？他冷的简直不行了，好吧？谢谢小云，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